这两三天来，时间啊，非常的漫长。难过啊，的确，秒不断的挥洒过去，时间啊是这样的过，可是呢，心是难过啊，难以想象那个时候，人间啊，突然之间变成了涟漪呀，这真正的悲痛难以言喻呀、啊。用什么方式来表达？只有以最虔诚的，要冷静的虔诚来祈祷，祈祷伤者啦，能平安，能快速的恢复啊！希望呢，人人呐、啊，都要用虔诚，不管是距离远近呐、啊，是远啊近呐、啊，我们大家呢，都是要一起为这一波啦。好好虔诚的祝福与祈祷。有关泰鲁格号意外，我们会持续为您报道最新消息。另外，在国际消息部分，美国南加州安大略市三月中。